大家好，这里是福建周宁新春年味特辑。今天呢，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将带给大家他心中的年味。小朋友，你要带给大家什么呀？小龙猫。Hello。老板，你买了小龙猫。这么冷的时候啊，吃上这么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，整个心情都怎么样了，小朋友？很开心，很美好。过年啦，祝大家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。